来自美国第一嘻哈女子天团哈哈少女，终于来台湾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演，现场人山人海，一眼望去无边无际。而本台特派记者也参与了此次盛会，现在就让我们回顾演唱会的精彩画面。Y'all heard, take it from the top. One, two, come on, Mike.